什么世界奇观的书，我从来。反正我已经带，已经带传送了，是吧？加油啊！OK， 他 A 两下，他断，是吧？跟他们下路发育就好，打不过。就时光这英雄对线很垃圾啊，是一个纯粹的团战很厉害的英雄，所以对线发育就好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之家，天生就是王者。本身这把的思路也就是对线发育，然后再大团。他们寡妇这样一套技能，时光可以给个大招就保得住。留不住的，炸飞他们！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加洛金。敢啊！好，够了，回了。我这里要张休息吧，我的快点很难。TP 的好处啊。我把炮出去。名叫伊泽瑞尔，伊泽。什么也拦不住我，除了数人马的寄生虫。那可不太舒服。对，这把他对线，起码没像上次那样烂啊。这把时光对线有用啊，能卖就有用啊。往左走，他不喜欢往左走了，在正面走的。保持下身位吧，不然要被冲的。你别看我2-0啊，但是他们爆发很高，对线还是爆的。对线爆的，但是发育猛，打团。对，那我们就比打团啊，军事就是优势啊，思路要明确啊。打架除非是我 Q 到对面，你看，你看这一套打下去的时光，你看这血量蹭蹭蹭直接没多少血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们的爆发很快。在时光炸到的情况下，
时光要没炸到情况还不是那么个情况。我靠，这狂亮标的，我可以证明他这把绝对没跟女朋友在发消息，因为他在狂亮标，他没有时间发消息，好吧，我可以证明。好慌呀，中单拼信号的，那我吃冰血。车不要了，就让你消耗你一下。耶，你有本事滑上来，对，你有本事你刚刚给我滑上来。在这，我找到他们打野的，他们打野刚把那个点了。打一声，这个点火没有吗？点火有的话我也会打的，那点火交出来我就上去就打了。要约我吗？没约我。不想给寡妇啊，寡妇没助攻的。点火没交可惜了。如果你有一个穴位就不算是道路。大招好慢，他果然一如既往，这应该很快吧？这 Ctrl R 升个大招，再 Alt R 直接给到自己了，好慢。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不能过河道，过河道就哎，没事，抓得不住。我拼了，对，我给他拼了，让他退回来的，但他不退，那没办法，等辅助一上线吧，不然我吃不了。玩不了了，都等，不是等辅助一上线，等到了也上不了，等他们出去才行。高专原地，大好 TP 真是高专原地。
之宝要拿来卖哦。我不知道你啊，为什么能死六次了？不，你对自己死六次很惊讶吗？我觉得很正常啊。没事，才死六次，小问题。一超打不用啊，打不用打啊，不是什么打不用，一年一年我的一技能呢，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加速，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加速，请交闪。哎呦，没死，好消息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交闪喽！他妈的，走到老子下路来！哎，我又被他们欺负了。哎，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长这样啊？欺负老实人了！我造了什么孽？我不是，你又搞这种。这是什么八级的中单？对面中单十一级，我们中单哦九级的，那哦还行，是被压两级，我被压三级的，我以为两级能接受。这把怎么应对？这把？上一次在树瑞玛，我解开了一些秘闻。八次了，哥。就是说什么豺狼脑袋。下次。什么？我操！真假的？对面卢仙都这样子玩了，这个卢仙。对啊，对面卢仙。长这样的，没有这样。别急，这把先影魔刀，他们三个 AP， 影魔刀无敌，好吧？还有小影魔刀。这是什么？考古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发现？就哥几个人别过去被消耗了吧。
说我们家他妈要没了呀，我踢下去他妈他瞬间打我，家要没了，还要打吗？我不踢回去我们上路高地真没了，能杀这个左一杀了， nice nice nice。哦 OK 辅助右敌深入能打，这波时光能有加速的能追，那、啊、算了，你不好像不行，中塔又爆了，那剑姬爽死的，我靠剑姬爽懵了，这上路吃了好多线，然后上路塔上路二塔吃了六百块钱，还是700块钱吧，将近。中路再吃个塔300块钱，他这波回去直接掏个贪欲都是，然后再出个鞋子。我想一想，哎，好像可以啊，小弟。我擦！哇，这个大招他给他自己，我当时没想到。行，老子他妈没影魔刀死了。没影魔刀是真死的，他有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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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，走远点。怎么应对？我他妈一个人冲过去把他们五个人全杀了。你说我怎么应对？我一个人冲过去把他们五个人全杀了，靠谱不靠谱？行了，不用了，靠谱，这也行啊！我操，老子真昏了，这他妈也行啊！太顶级了，绝对的顶级，好吧，我他妈都没想到能打出来这种操作，我操！你不玩手机稳赢，牛逼！你他妈别打字啦，冲弄他！
看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在这里。需要什么运气？别管，相信队友呗。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妈的，刚刚后面是不是亮了寡妇啊？还是得等大龙啊，没线，我们线进不去。这一波，别吧，别吧，别吧，走了，他们有剑姬活的。老子顶在前面，我的妈，后面有死光。妈的，老子走在前面，瞄我。来，我后面有个死光，我大影摸到。妈的，拿什么瞄我？你告诉我，还有谁？别玩手机了，兄弟。完了。别玩手机，别玩手机，你就是最亮的仔，好吧？啊，不准玩手机啊，辅助啊！
好稳哦，不是男枪男的，那稳个屁啊，那不稳。我以为男枪成掉的龙了，我说好稳，结果是大头打掉的。那这成不稳不稳不稳。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多个人的，我吃魅惑，卢仙还是能把我打死，所以不搞有的没的。就老老实等男枪复活就好了。哎，直接 Q 就好。他怎么被人家洗崩了？洗脸，小傻子，是。不是啊，这拿了个大龙，什么也没干呀，那推塔也没推，就搁这的狂打架，这大龙拿的没用啊。真的呀，大龙拿了啥也没干。我要一个蓝。刚才打鼠屏不到，打鼠，跟你讲，时光
跟你讲，时光其实只要跟着跟在我屁股后面就行了，只要他在我后面，我就永远我就敢冲。只要这哥们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我就永远敢冲。但他好像不知道在干嘛，这好像有点游离。他没闪没到，闪现上来啊，想阿成。闪比谁追得快？我们有人能回的呀，那你们他一波了，回都回不来。对啊。你谁吹得快没道理的呀，我们有人能回的呀，这那波大龙我操。